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雨豆姐姐啊。这个昨天呢，我不是跟糖豆下矿来着吗？这个笨蛋掉进岩浆里去了，钻石也给弄丢了。而我呢，昨天辛辛苦苦的挖了那么久吧，一共也就两颗钻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雨豆姐姐的欧气去哪里了？这怎么钻石都挖不到了呀？别说了，雨豆姐姐，肯定是你开的这个图太穷了。那才不是呢，这不是都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吗？我觉得还是咱俩挖的地方不对，咱们肯定是没有找到那个有钻石的地方。哎呀，糖豆，我可又看见两颗钻石了啊！一会儿你没有钻石的话，那我可不给你。我肯定能找到钻石，那你快找吧啊！别到时候又掉进岩浆里，到时候又要哭着鼻子来找我救你呢。哎，挖到这颗钻石旁边了，下面有岩浆，我们先得把这个岩浆变成黑金石，万一钻石掉下去了，那就太亏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左右挖开看一看有没有。哎呀，哈哈，真的有啊，第二颗也出现了。哎呀，我这小手都开始发抖了，两颗就很幸运了嘛。看看看看，这绿油油的，蓝歪歪的，都是什么呀？财富呀！我怎么什么都找不到呀？你个笨蛋，多学学我呀！哎，我这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都以为我已经告别了抱抱蛋体质了，这么久都没有遇见过抱抱蛋，结果啊！哎，一豆姐姐，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呀！我挖到地牢了，终于搞定了。这么多怪，点上火吧！芋头姐姐，我说了你肯定不信，我挖到了一个双地牢。啊，你这个小泪包子运气怎么还能突然这么好了呢？哎，我要开箱了。你过来呀、啊！你过来！我来不了，太阳江里了，加套脚。啊、那我过去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唐诺啊，我找到了地牢，看看我的本事吧。哎，我去，咋这么多怪子跟一堵墙似的啊？还把我怼在墙角里打。你们。箱子里的宝石都拿走，嘿，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这次挖矿真的太顺利了。糖豆啊，你自己回家吧，我也找找路，我要自己回去了。好，姐姐，你现在真是对我越来越敷衍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我这不是信任你的那个能力吗？